假如佩奇今天又给鸟宝宝带来了什么呢？各种各样的棒棒糖。佩奇是不是看鸟宝宝天天捉虫非常辛苦，所以呢，就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送给了鸟宝宝吃？那我们来喂给鸟宝宝吃吧。先来吃一串彩色糖豆，还有水果棒棒糖，换一个口味，柠檬的。这个方块糖好大哦，鸟宝宝的嘴巴装不下，我们给它敲碎再吃吧。佩奇，佩奇，我可不想再吃糖了，我觉得还不如我的食物小虫子好吃。不行，我要出去捉小虫子了。鸟宝宝，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棒棒糖，都拿来给你吃了，你不喜欢吃吗？佩奇，佩奇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小虫子。这样呢，我又能做好事，而且又能填饱自己的肚子。佩奇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鸟宝宝来捉虫子喽！吃得真过瘾呀！不过，小猪佩奇还是要感谢你，感谢你把好东西拿来和我分享。不要客气，鸟宝宝。